来饮圣心，来，咱来饮366首，咱来收客家的圣餐，366首。圣餐，咱今仔是用替代食物来吃这个圣餐。主持人收集到名，欢迎去拿手提机的教会赔偿价来参加吃这个圣餐。那么圣餐是不用配义，所以咱一旦开始来听配义哈，真简单呐，所以你一定听我的。啊，有几句话用台语来摊开来讲吼，所以咱来收客语，啊，甲客家的食物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堂主耶稣对众人提醒你所讲恩典的话，记得感动人的你来求平安，来得本你的安息，来祝福万民的平。是真爱给你不断的肚脐，性爱给你永远永远莫睡着，是真爱给你爱不断的去下去，在千山万外同门常见爱的神给你爱一个酒滚爱同体式，一枚同奶式睡着。希望你的女子夫妻嘞，你一人人爱这个报纸，愿主耶稣的恩典同你的平安，疏通下的兄弟姊妹，请你的追来谈主耶稣他的生产的花，就会叫部落受贡献，因为乃是对主说，乃送给你的。就会主耶稣本人买给暗铺有七饼租车来讲，两个人的身体会为人人打破的，是两个暗暗的在纪念来。16号你同比讲，两个比去寻脚，去来个吃沙粒的，今日人的世界爱暗暗的来纪念来。因为你
点，每摆四廿个饼，零廿个皮，去表面煮个四克，直到雨灾了。公主耶稣等你买去暗湖，有八表煮青讲，不说外边要在雨个用的，来感谢上帝，我们要一起祷告，嗯。这也是也好，乃将人民百姓也的恩赐，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支持，乃强敌有你才圣神的圣殿内边，圣殿内的你的面前所送四个下达表老家的家，本内边接受也的对是有分你的身体的保护。对你恩典的帮助，在堂上中来点使命的体用，在神中在你的恩典中荣耀你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堂内是吗？堂内是哈，嗯，主耶稣讲，也给你的身体一个恩典打破给你，要行恩的来纪念你。也给移动的神体的人来人大破的来人来看安慰来纪念你，主要说够这是外星人的另一套条件的把你来去连贯把他那里修理完那里丢了来回收耶稣讲，也给你的身体，一个年龄大破的，年龄要行安的来纪念呐。主要说讲，这个是我身体一个拍破，你就叫你来纪念我。主要说讲，也给你的身体，一个年龄大破的，一个要行安的来纪念呐。咱今仔日享受客家的新春，表明咱家客家兄弟姊妹是。合作一体，咱是兄弟姊妹，咱是伫做内面，三个享受上帝救恩，咱要互相接纳，互相支持，互相指导。咱伫做内面，三个伫上帝国有份，咱是互相做一体。我表示讲，咱的教会是欢迎所有客家人来到咱三个聚会，咱的教会是。就伫族群融合，每一个族群伫只要找到上帝家，伫上帝家内底，咱拢是兄弟姊妹。所以，举行客家的圣餐是表示咱互相接纳，咱要互相三合配合来享受上帝的恩典。咱今仔食的是客家的饼。是百年老店的客家饼，但是不是讲这个饼真好食，主要是伫厝的内面那三个享受的客家的食物，表示咱的合意，表示咱是兄弟姊妹，完了表示咱这个教会是欢迎所有客家人伫遮客家人伫遮，还咱三个聚会。是耶稣的身躯，俩个移动的身躯，伊就来点打破的，为了我们打破了，伊就咱打破。那就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安尼食来纪念伊。唱乡下来两支，咱做伙来领受。主要是讲，食个皮去生肉，菜那个黑沙的片，纪念恁的时节，要行安尼来纪念啦。
吃到肥那时候，再也随时做个黑沙粒鸡。今仔临的时间，爱看含暗的来纪念去。只要说讲这个是鸡是鲜肉，是我会说你的今仔临的时间，安尼来纪念我，看咱的鲜肉来发财。咱今仔日吃的是客家的吉拉吃，客家有真多吉拉，客家真有真多吉拉，所以咱今仔日吃的是客家的吉拉吃，用吉拉吃来表示耶稣基督的保护。主耶稣讲，主耶稣讲，两个鼻和心药，在两个下三日间，今仔日的时节，向行暗的来纪念来，咱三个人客家的食物。表示咱合作一体，表示咱是兄弟姊妹，表示咱是上帝国内底互相接纳。咱要特别关心客家人、客家人的福音，时间关心更加侪客家人的灵魂的得救，关心更加侪。会客家兄弟姊妹会当来到咱的这个所在，和咱三个敬拜上帝，表示咱族群融合，表示咱拍开咱的心，欢迎搁较侪会客家兄弟姊妹来认捌主。咱是一间无围墙的教会，咱嘛是一间族群融合的教会。我相信有搁较侪。不同的族群，而且要找到上帝的家，找到上帝的家，来吃做咱的兄弟姊妹，把咱三个享受上帝的救恩。主耶稣讲，两个鼻的新约，在两个黑山里边，纪念人的时节，要行暗的来纪念爱。主耶稣讲。两个鼻和心药，参两个黑沙里边，今日用个时节，爱行安尼来纪念爱。两个鼻和心药，黑耶稣基督个黑沙里边，今日用个时节，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上，强下来两书，咱做伙来念书。今天大拜。是两个饼，饮两个鼻，迄表面煮个尸体，吃到几灾难，愿主耶稣基督个恩典平安，同你的天花，来向天花来祈祷，咱做来祈祷，来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痛谢，本爱的两书你的圣餐，做培养爱的灵魂正经的食物，个本爱的明白你痛谢爱的，你反省爱的。你的真真正正圣子奥妙神体，具体就会受祝福，总是个信徒，每永远个各个后代，爱个主个上帝，爱谦卑恳求你，等下个一拜奉献，爱本心本意个事，给予欢喜接纳爱人，又慈悲帮助爱人，会继续两个圣洁个沟通，对前以后来拥有上帝份，奉主耶稣个圣名求，阿门。好，咱今日先参到这。